老师，这两年，你很照顾我，你帮我打电话给妈妈。如果妈妈没有接我，打电话给妈妈。如果妈妈还没有接我，老师，你帮我打电话给妈妈。如果妈妈还没有接我，还有，你在，你 class 吧？你在教室？在教室？你教我的时候，我很明白。谢谢老师。谢谢老师。啊，给大家。